家好，是先队。就在昨天呢，也是玩了一下这个 CR56， 我发现这个枪还是挺强的。OK 啊，这招 PDI 刚刚好用。直接来看实战，地图直接来到哈肯后院，直接撇一个闪，选择从左边跳着的窗口一个带走。这个时候听到旁二楼一个，直接扫射，然后成功拿下，换弹，然后往前拉，排一下他们家。然后的话呢，他们家复活点漏脚步，直接拿 C4 上。然后我们悄悄的拍点过，不要漏脚步，看到他了直接扫视带走，然后往前一个滑铲，看到爆点一个直接拿下四杀，然后无人小鸡鸡按一下，打开地图判断最后一个人的位置，然后队友掉点了，直接爬上窗户看到他了，然后拉出去直接体验枪拿下五杀。哎呦我去。然后的话呢，大家再来替我看一下这一波，是我有问题还是对面有问题。再给大家看几个好玩的镜头。天啊，我真是服了呀，这咋个真啊，我操啊。 OK 啊兄弟们，我操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炸着你！挂挂挂挂！科技哥兄弟们，科技哥，科技哥，科技哥！失水了，失水了，挂哥！